骄勇者，去探险，验生死，出三界啊！随独善行文殊，实住正己佛道，非为温大显孝，并立月道群中。无疑，当时无间敬重修合和爱啊，听看，可能安尼就了解呀吧。消欲者去探染，厌行术出三界，这呢是受消性的修行者所受持的，因消欲啦。修行人人拢爱消欲，唔是敢若讲受消性者。人人咱拢爱修行的开头，就是爱消欲知足。消欲是修行的根本呐。呀，去贪染，消欲无贪无染着，修行。就是爱安尼修，但是小性诶，只是为着厌行术，为着要出三界，所以伊修行修在消欲去贪着，就是修安尼诶行啦，修安尼诶行。虽独善行文殊，实住正己佛道，就是独善其身的行文。这就是我修行我的本分事，老实修行啊，就是本分事啦。啊，我会当安尼对。唔免搁再来六道轮回，自然我都会当出三界呀。这就是独善其身的行文，以一为公，安尼独善其身修行，自正己佛道，干那清净家己啦。清净家己，真如不受污染。其实，那无惊入大乘啦，那无有体会人间种种的道理，那有法度超越，那有法度体会到。宇宙万物的道理呢，所以一定爱爱家己修行消欲去贪着，唔是干那为着厌行术出三界，唔免一直祈求厌行术出三界，那就是修行打开心胸啊。投入灵魂啊，唔是干那要独善其身，唔是干那要自净家己的心灵世界，唔是安尼尔条。所以，在净团中有依法大心的人，所以因。非为温大显孝啦，并立月道群中。
定，佛的世界里，有的修大乘的声闻啊，因为伊来必菩萨行啊，外现是声闻，有时阵嘛会当入迄个外道教去，因为因会道心坚定啊，在甲外道的人来论道理，甚至呢，嘛会当同去度化外道下地间的众生，嘛会当去解度来啊。弥陀罗尼主啊，敢唔就是呢？伊向佛请求要去迄个外道真刚强的地方，伊要去度化因，佛陀担心嘛，所问伊啊，迄个所在的人信仰偏差，下低下贱啊，人人呢都是偏见，人人啊刚强恶劣啊，你去到迄个所在啊，真危险嘛！去到迄个所在，是毋是互人家咧辱骂？弥陀罗尼主啊，袂要紧，还是爱感恩，感恩。伊干阿妈无甲我拍哦，这个故事大家人知咯。真坚定的心，哪怕呢？最后啊，佛陀讲：呀呐，伤杀你的性命，为着你要去迄个所在报告，性命伫迄个所在牺牲去，那你安怎啊？哎呀，我真感恩，了脱了今生的因缘。甲即群诶人无因不成果啊！我会伫迄个所在丧失生命，那就是过去诶因缘，今生诶果报啊！所以，因乎我伫迄个所在了脱这段诶因缘果报，我爱甲因感恩啊！好佛陀呢，听安心啦，欢喜啦，弥陀罗尼主啊，去咯吼，果然呐，在迄个所在一段时间，呀，用比丘的身形入迄个群中去啊，开始。伊就看啊，有人破病啦，需要医药，伊也有通达医药啊，赶紧采药啊，对症下药治疗身体啊。有看到贫穷苦难啦，伊也爱赶紧呢，到远去去突破啊，去讨资粮来帮助这些贫穷苦难人。看到有人为生死烦恼啊，会苦，伊就会当伫迄个所在慢慢为因说法，生老病死自然的法则啊，甲因讲。因缘果报观，甲因讲四体法等等啊，所以遐个外道教的人，恭敬的心被降服落来啦，呀，发心愿意修行，伊会甲遮要修行的人，安尼。
一滚一滚啊，送回来到佛的僧团中，受佛剃度出家啦。这呢，就是护了那弥陀罗尼祖，唔只是伫僧群中啦，安尼放下伊的身段啦，啊，甲大家人同款来同事同道，大家才会同受者回来，就是伫地球群中现身闻心啊，甲大家人生活在一起，也那是出去呢，就是菩萨啦，菩萨身闻，菩萨地球上，安尼会当通随机去现身说法，真呢，就是啊。护了那弥陀罗尼祖，唔只是干那温带现笑，安尼缩小家己啦，温下放下伊，已经呢行菩萨道，所以伊入外道中啊，外道群去度化，规个砖头隆重呢。信佛啊，正知正见啊，这就是在修行生活中啊，会当安尼合掌，也会当立棍，回来就是合掌啦，出去呢就是立棍啦，立棍掌中呢不受棍掌。烦恼无明啊，影响伊的心，这就是修行者正确的观念，参加正修行呢的风度，这就是护了那弥陀罗尼祖啦，伊所修的行啊，无以修。当时修，无间修，尊重修，买单敬重修，那合乎的爱，这就是修大圣行者呢，人人所爱向伊看齐哦，看，就亲像咱现在。菩萨在人间啊，多一个所在有苦难啊，那呢，做这菩萨啦，就安尼遥远的地方集合去救济萨尔维亚，即群咱的做这人，从欧洲遮多的国家集合。在萨维亚里突破了重重的难关啊，每一天都受到当地人呢那个肯定尊重，在那个所在供应热心啊，总共900多分啊，在遐安尼伫咧发放啊，为难民啊来。付出，这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慈善团体 SOS 这个团体啦。伊安尼看到咱助济人呢，这种的爱，这种锲而不舍啦，这么长久，安尼十几天的时间啊。态度拢保持是安尼的尊重，安尼的爱，安尼的和合，彼此敬重，对地方的人士，或者是呢，对当地啦，
的官员，或者是去采购买物件，等等啦，拢总是呢，予人看到总是真欢喜、真悠闲啦。所以这个团体、迄、那个慈善机构呢，看到安尼，心生欢喜呀，家己呢，都来一群人来投入呢，咱的人群里，这个团体名称叫做 SOS， 那安尼入来呀啦，开始呢，因都帮助咱呐，这个慈善机构表达出了。愿意甲组织合作，所以咱澳洲即群的菩萨群呐，伫迄个国家本来是真陌生啊，真清疏的一个国家，现在已经呢变成了安尼真熟，大家人呢。好亲像同款一个家庭同款啊，彼此互动互爱，为着一群的难民呐，停滞伫迄个所在哩，进退不得啦，苦不堪啊！安尼，在地人就是讲萨维亚的慈善机构，那就是。在地人参加外来呢，十几个国家、澳洲的组织人啊，大家人安尼夹起来，为迄个难民啊来付出，好看到因呢，真正听出了因的厨房出来了，这个慈善机构嘛有厨房啊。我那听出因的厨房，爱处理900多份的热食，所以呢，看到因规定人哇底下呢准备这900多份热食，经过了安尼处理到烧烫烫啦，让因伫迄个所在安尼坐着椅啊，围着桌啊，安尼呢。大家人都是在那裡，電爐就笑容，雖然啊，燒的食物也未送到位啦，大家人在那裡，就是這樣在那裡等待，不知道多久，沒吃到燒的東西啦，落到那份期待的心情啊，哇，來囉，燒的東西，開始呢，這樣一盘一盘滴滴热卖啊啦，大家人拍开哇，烧烫烫，食个嘴笑目啊笑啊，连迄个细细汉仔的囡仔哦，都安尼笑个足可爱，每一个面孔啦，哈都是欢喜呀，展露出了灿烂，好好亲娘发光啦。常常在讲光明照耀啊，这就是啊，每一个人呢，看到组织人来啦，都较紧汤匙啊放咧，双手都比啊，大家人真欢喜啊，这呢就是爱修行，这那不是长时间呐。接触到佛法，已经把内心锻炼到呢，无偶像，无有家己爱享受的，只是为着众生呢，伫咧受苦啦。大家人甘愿呐，这么正甘愿呢，自掏腰包坐飞机。长途的车到位，听伊讲，这几天来啊，大家人已经
忝啊，也嘛有人感冒啊，哦，袂少会感冒啦。哦，遐个医生呢，听到讲咱个团体内底有人感冒，医生啊，都主动来啊，表示呢，因要甲咱关心，要摕药啊，互咱食，甲咱看病呢，即种付出。去爱人嘛，互人爱啊，互当地人愿意要来甲咱合作合作做慈善。啊，咱的人有人感冒啦，啊，忝嘛，但是都有安尼的医生啊，嘛是愿意安尼送药看病，咱嘛接受着义气呐，真的。是天下如一家亲啊，爱的力量呢，就是安尼彼此尊重，这拢总是需要呢。长久来，无以修，长时修，无间修，尊重修，无空间的观念，虽然呐、啊，伫遐尼远，英国、法国吼。或者是德国，或者是我这么多国啦，念不出来。那十二个国家呢？安尼这么长，这么长啦，伊愿意来，时间把握着啦，分秒不空过。安尼呢，结善缘呐，这彼此敬重啊，互相爱吼，啊，甲当地人。和合啦，那彼此中间缺乏爱，这就是咱现在的菩萨啦，所伫咧做诶嘛，人间的菩萨，佛陀希望咱会当修菩萨行啊，菩萨所言，言苦众生，众生苦难的地方，就是呢有菩萨。去解开因的苦难呐、啊！这虽然咱无法度呢，还永远予伊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。不过，在安尼的过程呢，咱尽心力啊，会当为因规工的付出，就是规工呢，尽量用心。当然，甲因大家人啊，互动啊，也希望人人呢，个人的信仰啊，爱虔诚，甲人人的心中种一念的爱的种子，互人人将来啦，那会当到平安的地方，那会当迄个生活改善。那会当去帮助人啊，这呢就是爱，爱会当安尼循环呐，不断的去付出哦。所以咱唔只是干那消欲、抵足啊，不受迄个烦恼无明，把咱污染着。咱唔是要独善其身。咱是无所求呢，用爱去付出，不管是伫倒一个所在，无分伊是虾米宗教，咱面对的是人群，是为苦难的人群去付出。咱面对的呢，是有当地的爱心人，咱伫迄个所在启发人人，共同迄份爱来付出。无有宗教，彼此呢会排斥吼，那就是同款，大家人互相呢尊重的是爱，这个爱合伙合协啦，来为苦难人付出。来，下面接落来呢，咱经文呐，前面的经文安尼讲。度脱无量障，皆是得成就。
随消欲害殆，渐动令作佛，乃必菩萨行，月现是声闻，消欲厌行数，实诸正佛道。虽然因修消性法啦，啊，清净家己的内心吼，那其实安尼慢慢啦，就会当向大乘看齐，因为伫消性观中啊，有内得菩萨行的人，因呢外现声闻相，安尼呢，伫咧殷勤接。这是弥陀罗尼主呢，从顶点劫以前，一直到现在来呢，同款在佛陀释迦佛的经卷中啊，也是同款，安尼放下身段在咧度人，好多的人呢，已经足多啦。下面接下来这段文，安尼讲：是众有三毒啦，有现邪见相，我弟子如是方便度众生，用我具足说啦，种种现化事，众生闻是者，心即。坏意邪吼，弥陀罗尼主啦，伊现声闻相呢，虽然呐、啊、是自证其心自证国土，但是呢，伊用安尼现这个消性呢，就是四种有三毒，用安尼声闻相啦，伫咧修行啊，要互大家人知。修行就是安尼啦，人间啦，种种的烦恼无明啊，无不都是呢，人人从三毒开始。啊，这三毒伫多位呀、啊？开始就要互咱知影，这个三毒加上了邪见吼，那等等啦。有真多弟子呢，啊，现安尼的相吼，要予大家人知影讲，爱修行，三毒是从内心起啊，邪见呢，嘛是伫见界生啊，这呢，拢总是爱看咱人人内心啊的三毒。譬如神主，神主是啥人？舍利弗啦，大家人爱会记哩，舍利弗啦，就是神主吼，那就舍利弗，他怀真，佛陀捌讲过去了舍利弗啦，一段故事啊。毒蛇去咬到国王啊！国王的身躯呢，真正是迄个毒发作啦，就是需要这尾毒蛇佮收倒转来呢，伊的毒液才有法度呢来救国王。就亲像咱即马讲，互蛇咬到。爱赶紧看迄尾是虾米蛇，因为呢，若知影迄尾蛇是虾米蛇，会当注迄精，啊，迄精呢，就是蛇的毒液。那经过了药厂，叫做迄清哦，那会当呢，安尼来解
毒啦，古早也是安尼啊。所以，迄、那个国王生命真危险嘛、啊，大神会去抓到这尾蛇呢，叫伊讲，佮收倒转来呢，伊的毒液这尾蛇，就是讲，我既然吐出去啦，叫我佮收倒转来呢，无可能。但是，这大神啊，为着救国王啦、啊。一直威胁，这尾蛇都爱搁收倒转来呢，毒液确实呢，蛇就是唔肯。那伊就去用一个火坑，一个火啦，挖一捆啊，内底有火吼，那点火起来，就甲这尾蛇讲：你若无搁收倒转来呢，毒液你都爱投入这个火坑落去。会把你烧死，这尾蛇呢，就是遐尼只坚定啊，迄、那个振奋的心，就是遐尼只定啊，无愿意，宁可投火啦，都无愿意，搁收倒转来呢，迄、那个毒液，真呢，是佛陀捌讲过了，舍利弗的执着，迄、那个。顽固，伊的心就是安尼。要修行嘛，真坚定啊。但是呢，唔对，要叫伊改嘛，无遐尼简单呐、啊。真呢，个人呐、啊，在佛的弟子群中呐、啊，也是有伊个人的性吼、哦。所以啊，佛陀呢，就甲大家人讲出了吼、哦，迄尾蛇的故事啦。舍利弗啊，就是遐尼只顽固，虽然伊智慧第一，道心坚定，但是呢，嘛是真顽固。过去的性质是安尼，好现在啊，嘛是迄个顽固的心，也搁伫咧啦，这也未完全去除啦。所以咱修行，就是爱修习气啦。咱的习气，过去偌久以前呐，也是在这个因果轮回中一尾毒蛇。那么后来修行，已经偌久啦，迄、那个习气呢，哎呀，也阁是伫咧吼。所以啊，这个三毒啊，都亲像心住下里。坏心吼，那这是过去啦。难度呢，着用难度啦，就是佛的一秒洞夫吼，就是伊个小弟啦，甲共老爸个小弟，啊是阿姨生个啦，叫做难陀啦。他生做真庄严嘛，他也是身为太子啊，啊，伊已经结婚啦，太子妃啦，生做足水个，啊，两个人贪着啊。在那个爱啊，那个爱欲的内底里享受啦。有一天，佛陀呢，就是故意提着钵，那行对太子所住的牢固的下脚安尼过啦。太子伫牢固的面顶，甲太子妃呢，伫遐享乐啊。欢喜啊，享受人间的快乐。从高立下，看到佛陀的钵呢，也阁是空的。伊呢，赶紧从楼阁面顶落来啦，将佛陀的钵呢，给接过来，去叠好规钵呢，诶，
饭菜出来啊，难度啦，伊将我提起佛陀，就做伊向前直直行。那难度呢，就把这个破的饭啦，赶紧要搁送到佛陀的面前。啊，伊走愈紧啦，啊，佛陀离伊愈远啦，所以伊就安尼一路直直跺啊，跺到佛陀的正下去咯。佛陀呢，饭给伊接起来呢，就甲难陀说法啦。难陀迄当阵呢，伊脱口而出讲：“唉，修行啊，原来呢是解脱之道啦。”佛陀呢就讲：“难陀修行，一句难陀爱修行，来弟子。”祈求大家人为难陀剃度，安尼呢？难陀啊，就真正难陀一关啦，就开始呢就被剃度了啦。但是心虽然是清气了，袈裟祈求佛啦，虽然是心为祈求啦。但是呢，逐天逐天啊，都是伫咧思念啦，思念着伊太慈悲啊，思念着伊呢，伫风中伫咧享受的快乐，所以啊，伊安尼逐天日思夜梦啦，真呢，一直想要转去，有一回。大家人都出去吐破去咯，那伊留守啦，看到大家人拢无伫咧，伊顺这个机会，较紧紧走转去啦。啊，佛陀呢，就搁再叫人去甲伊叫来啦，开始呢向难陀啊再说法。带难陀到净处的所在静坐啊，那和难陀来看，看到底呢？这个所在这么静，看到遐个狗啊，安尼伫咧采果食物件，那看到狗呢，有狗。讲狗母啊，狗啊囝，那难陀就讲：哎呀，众生真可怜呐、啊！这个狗啊，狗母生做遐尼歹，啊，迄、那个狗公呢，佫遐尼疼惜伊，哈、啊，这个家庭啊，佛陀呢就向难陀一微笑。难陀看到佛陀难得露出微笑来啊，就问佛陀讲：“佛陀啊，我拄则讲安尼的话，敢有虾米款的意义吗？”那佛陀就讲：“来，难陀，你讲迄只狗母啊，真歹对无？是啊，我带你。”去好好看到真水的查某人，哦，到位有偌水，我的太子妃上水啦！哈、哦，你的太子妃敢有影遐尼水？来，静坐落来，好好呢，心专呐、啊，就安尼，叫伊好好坐落来，心专呐、啊。心转啊，心不生一念，忽然间啊，好像呢，心一直漂浮起来啦。哦，看到啊，看到这个境界啊，东方的经典啊，这是世间所无的啊。那搁再看到啊。
一大群啊，会美丽，足水啊！哇，这天母哪会这水，哪会这多啊？佛陀就讲：你向前去问啊！啊，这个问起来呢，这个宫殿啊，是为未来呀、啊，现在在人间。难道法师嘛修行啊，将来伊的福呢上升天堂？天堂这个宫殿啊，是为伊所做的。那阮这群人伫这个所在，那就是伫咧练歌舞啦，但着难道啊升天的时？我们这些人都要思考他啦，好难得听到真正是这样啊，这样呢这个境界啦，不懂就跟他叫啊，难得来你看到什么？哎呦不懂，你怎么叫我起来呢？我已经到从这个境界讲给佛听。佛陀就讲：是啊，修行啊，你就是要修福，将来呢，你会当升天呐。这比起了现在生活安怎呢？啊，当然足好个啊！这几乎呢，就亲像迄个高官呐，甲人间来比较。去到天堂呢，这个人间呐、啊，诶，观想呢，要哪会当到天堂比呢？未比的啦。好，难道你个心静落来啦？难道呢？就是佛陀要个回去天堂呢，所以就赶紧心个静落来，开始静落来啦。啊，心呢？好像一直往下沉沉沉，哇！看到的境界呀，那就是哀嚎啊，苦不堪啊！这个地狱的大境界啦，各种的辛苦呢，各种的苦啊，都有啊。好，搁看到大鼎。有人在那个所在呢，大鼎开始呢，那个灶啊，在那起火啦，搬着真多茶，开始在那起火，火啊开始多啦，鼎底呢都是油啊，开始在那掀油啦，这中间难躲啊，在这个所在看。足可怕的！啊，恁到底呢？这是要从什么呢？啊，那遐遮侪油啦！啊，这个火遮尔正猛烈吼！啊，这要从啥个？就讲这是伫咧等待呀，等待呢未来呀、啊，有一位罪人贪着我欲啊，现在是在佛。一僧团中修行，名叫做难陀，因为呢不修戒律，贪着五欲啊，将来呢离开了人间呐、啊，就是呢一口大鼎的油汤，就是伫咧等伊来的时咯。哦，听到啊，伊安尼惊一个呢。唔免佛教，伊就精神啦。这个中间啦，也阁真惊。佛陀都问伊讲：安怎啊？佛啊，这人间天堂是真实吗？佛陀都讲真实啦。修行啊，为善者上上善，升天堂。上上恶啦，就是下对地狱啦。下地狱的形态是这么苦吗？
这也阁无算苦，这款地沟是顶顶塌塌，阁落去呢，不只是苦，时间长啊，天长的时间长，地沟的时间也长，人间时间呐、啊，人间的时间苦短，但是所造作的业呢，是善。就可以享受长久天堂的路，也若是作恶呢，就是在地狱中呢，长久受苦难，所以一定要相信因缘果报啊。佛陀向难道讲真多法啊，难道终于呢，把伊的道心坚定落来。从安尼开始啊，难道就专心嘛？断除了欲念嘛？总讲一句，三毒或者是邪见呐，这呢，拢总是伫人间所造成。咱爱用心，会记哩修行啊，咱必定呢爱正知正见呐，咱必定呢。爱消欲知足，爱弃贪，而且入灵群不受污染啦。安尼呢，这是真正修行啦，最重要的法门。也那无呢，邪知邪见啦，那过去的三戒业，敢是外道教？佛陀呢，直接解引导入来佛门啦。所以讲学佛啦。咱爱真用心，人间苦短呐、啊，天堂地狱时间足长个啦。咱若一无小心呢，下对地狱苦不堪。人间的地狱呢，看卖咧，嘛有真侪人间地狱啊，苦不堪的众生，真正需要人间的菩萨去帮助的，所以需要。人人发菩萨心呐，行菩萨道，咱来时时多用心啊。